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四支队伍。几岁了？七岁，这跳级了是吗？七岁我还在用尿布呢，连习智慧都没有。谁说连习没有智慧？拿了个金奖，厉害起来了。满屋子都是风雨啊，挂的都是你是不是？韵是韵味的韵，还是蕴含的韵呢？应该是韵味的韵，肯定是蕴含的韵。就好比我内在美，意韵。你们俩的答案是不一样的。